25号、27号同港下埔第四发巡队白水湖安检所，在嘉义县东石乡白水湖港区发现浮尸，海巡人员立即封锁现场，并通报埔主分队港基派出所以及东石消防分队协助处理。专案后续交由港基派出所报请检察官办理尸检事宜。五日在东港的两点左右，白水湖安检所当日执行港区安检勤务的时阵，在白水湖港区发现明显浮肿的浮尸，随即封锁现场，协助救救发。经由警方查证，死者为60多岁的男性，联络死者家属到场确认，专案由警方侦办。详细落海的原因由台进一步的厘清。生命迹象，随即封锁现场，并将该名死者大体打捞上岸。经查，死者为男性，年约60多岁。并由警方联系死者家属到场确认无误后，全案已由警方侦办。至于详细落海原因，仍有待进一步厘清。在此呼吁。第四发巡队呼吁，若是民众伫海边发生危难情事，急需要救援，拢会当透过118免费服务专线请求协助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福祉。最新新闻，蔡明东嘉义县采访报道。嘉义市的电动公车正式上路啦，你们搭过了吗？小编今天来实际体验看看，顺便问一下民众搭乘的感受哦。你知道现在搭公车不用钱吗？搭电动公车？我不知道，我没有坐过，都没有坐过。那现在不用钱，会不会觉得可以搭看？看看，好啊，可以看参考看看。免费。搭乘中山干线免费，大家快来嘉义玩了。坐起来感觉怎么样？我坐你在你旁边感觉怎么样？蛮好的。有男朋友吗？没有。那我要到哪里？火车站。那你最喜欢哪一种颜色？我们有蓝色、绿色、红色、黄色。绿色，为什么？不知道。平常都会搭这台电那个中山干线上车吗？蛮长的。那你知道它什么时候上线的吗？好像是6月1号吧。6月1号，你有发现他们里面其实很用心在设计。有，是我知道早上的是猫跟狗狗的。你有遇过这边有坐一只大白熊的？没有。听说那个好像蛮稀有，可能一次就2台而已。希望能遇到。对啊，你有男朋友吗？没有。希望能遇到。那你觉得整个车子的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很不错啊，就很新的感觉，然后有一种复古风。常常搭这一台中山干线吗？特地来搭。你是特别来搭的啊？因为想要带朋友，所以自己先坐一趟。那你觉得新的电动公车怎么样？我觉得漂亮。对，漂亮。你有没有看过？你在街上有看过吗？有啊，就走这边啊。哦，阿弟刚刚谁来弄？很漂亮啊！我现在就是想说，我要看看，蛮可爱的，舒适啊，就尖哎，有艺术的气息这样子，很漂亮啊，我觉得很新，很舒服。现在拿悠游卡搭中山干线就可以免费哦，记得来搭嘉义的电动公车。从现在开始到今年底，只要持悠游卡、一卡通这一类的电子票证，就可以免费搭乘嘉义市的电动公车中山干线。另外，中山干线和光临我家线也快要启动了，大家拭目以待。